化妆。我没有尝试过哎，因为我知道我做不了。啊，我没有化妆师，放心，把脸交给一个叫孟佳的人。除了你自己，还有让你放心的人？前十年左右都帮我化妆的一个姐姐。希望大家可以记住，我是一个化妆非常厉害的手艺人。就是一个海盗装扮的风，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牛仔，但是我的确有一些这个头发织辫子的这个元素，是有想到那个有名的电影，所以就杰克船长，然后给他做了一个结合。因为我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，就感觉刚刚从海上回来。然后今天我的脸部的妆的话，就是做了一个反差感，因为我不希望我就是一种贵妇风或者是那种海盗风的情况下，然后加上很多的深棕色的话，我会觉得有点太重了。因为以前的话，那个遮黑眼圈会把这个眼袋这个就是除了眼睛这个边缘之外，其他地方全都会盖住的那种大片式的，其实就是非常的不好，而且会显得眼睛非常的肿。以前我也是因为化妆师是帮我这样画，所以把我的眼睛显得非常的肿，导致于大家像感觉我像做了手术一样，好像整了容一样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抓住重点去遮盖它就可以了。而且遮黑眼圈的时候一定要记住，尝试经常这样子低头去看自己的泪沟处跟黑眼圈最严重的地方，就是角度非常重要。还想知道更多有关我的美妆小秘密吗？锁定浙江卫视 Z 世界彩色的荣耀手艺人大会第二季，美的定义由你决定。